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五卷经文现在讲到，就是第六，法音圆通。法音就是法尘，这是说六尘圆通。前面讲过，色声香味触，这里是讲一根所对的法尘，就是以摩诃迦摄尊者为代表。摩诃迦摄即指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这个时候前面这个跋陀婆罗说出因缘通，说完之后，那么迦摄尊者从他的座位起来，还有他的同伴建书紫金光比丘尼登那么从他的座位起来，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向佛顶礼顶礼佛的足下，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以往劫以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的亲近闻法修学。这是说他过去久远劫前最初所亲近的一尊佛，我摩诃迦摄自称。往劫，往是过去久远劫前，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个佛的名号叫做日月灯，就是日月灯佛。那么以日光、月光、灯光三种光来显示佛的真属中三谛之理究竟圆满彻底正道的境界，就是三光比三谛有修三观正三谛之理，叫做日月灯佛。我的亲近闻法修学，摩诃迦摄尊者说，我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亲近这一尊佛，就是日月灯佛，闻佛说法，依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于紫光经涂佛形象。这尊日月灯佛他住持有一段时间，说法度众的因缘满了之后入灭佛入灭，灭度之后就是入涅槃以后，那么火化以后有很多舍利流传在世间，给众生供养种福田所以佛灭后大家发心供养佛的舍利那么在供佛舍利的舍利塔里燃灯续明点灯来供养佛，使他日夜都有光明，连续不知中断然后在供佛舍利的这个佛塔，耶稣佛的形象来供养，那么佛像用金贴佛要金装用什么金来贴在佛像的身上呢？用紫光金，一就是用紫光的金，紫光金就是最殊胜的金，有紫色的光明有些误写作紫金光，光怎么能够涂
你能不能把这个日光灯的光拿来涂？光不能涂的啊，光是显出来的那个光明啊，所以用紫光的晶来涂在佛形象上，形象就是佛的像啊，雕塑的啊，无论是金银铜铁，甚至用泥啊，那么用紫光晶涂在佛的身形相貌上面啊。那么有这个因缘，用紫光晶涂佛形象的这个功德，自而一来呀，世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去。从那一次以紫光晶来涂在佛的身像上啊，那么从此之后，生生世世身体都会发出这个紫色的光明啊，叫身常圆满紫金光去。去是聚集在身上，全身有紫金光啊，这是果报，也是一种华报。那么它由以金来涂佛身，然后它得到生生世世有金色身。此紫金光比丘尼的即我见说同时发心。那么当时涂佛形象的人不止他自己一个，还有他的同伴啊，那么都同时供养佛，以紫光晶涂佛形象。当时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度下啊，有一位紫金光比丘尼啊，还有紫比丘尼的眷属啊，那么这些人等就是当时摩诃迦叶在供日月灯佛的时候的同时啊，供养佛的同伴眷属啊。那么他们同时发心，就在日月灯佛的时候啊，这些人都同时啊发心供养佛啊。那么这是说他过去亲近佛跟他的眷属因缘，接下去才是说他有法尘的观察啊，一根对法尘观察法尘的生命现象，由此证到诸法皆空的真理，而成就这个圣果。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以灭尽，身心乃难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摩诃迦叶他说，我在那个时候修学佛法，从此以后生生世世都是用这个方式来修。怎么修法呢？观世间的六尘呢，都会发生变化，都会损坏，有生有灭。世间的六尘就是我们人六根所对的六尘的境界啊，眼根所对的有色尘，看一切色、形色、显色等等；耳根所对的就是声尘，种种的声音；鼻根所对的就是香尘，香臭种种的味道啊；舌根所对的就是味尘，咸酸苦辣啊；身根所接触的就是触尘啊。那么意根所对的就是前五根所缘的五尘境落泄的影子啊，那么就是法尘。这个六尘都有变化，都会坏灭，有生有灭，不能久停的啊。凡所作性皆是无常，都会有所变化，都在三住一灭啊。那么我由此观察，我以空寂修以灭尽，知道六尘都是当体即空，有生有灭啊，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知道它是空。单单以空的观察啊，知道诸法本来即净，当体即空，那么由此进一步努力修这个四禅八定，而到九次地定。那么九次地定的最后就是叫做灭受想定，也叫做灭尽定，把一根灭掉，它就不会再圆这个世间轮回生死的造业的事情，
所以修一灭尽，有修灭尽定，灭尽定修成就了啊，就能够断除烦恼啊，见思惑断了。从此之后，那么他的身心靠住他的定功，可以让这个身心啊安住在世间，甚至百劫千劫那么久的时间，也能呢、啊、继续安住下去。说这个话做什么呢？因为摩诃迦叶等到佛入灭以后，他是佛法的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法中第一代的祖师，而且呀、啊、他佛将入灭之前，把这个佛所搭的十三条的大衣交给摩诃迦叶啊，说你要到鸡足山去入定啊，等到弥勒佛将来出现世间的时候，要出定，要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所用的十三条衣这个大衣啊，要送去交给弥勒佛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摩诃迦叶还没有入灭，他现在还在鸡足山啊，在鸡足山里面一个石壁山洞里面，他在哪里入定啊？他要进去入定之前呢，先开石门，把法传给二祖啊，就是阿难陀，法传给二祖阿难的时候，那么世间有人啊，这个继续弘传佛法，那么摩诃迦叶他就到了鸡足山，有一个石洞，那么这个石洞平常石门是没有打开的，那么他到那边呢弹指，然后让这个石门开开，他就进到里面去，在那洞里呀、啊、在哪里打坐，进去之后石门关起来啊，从外边看去就是一个大石壁，没有洞，看不到，那么他在里面呢入定，他这个定经啊要定上啊，等到这个现在是这个第十小节啊，这个小节的简介，从这个简介佛事是100岁啊，100年减1岁，一直减到10岁，再往上升，升到100年增1岁，升到84000岁，然后再往下减啊，减到人寿80000岁的时候，弥勒佛、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来降生，出家修行，在龙华寿下成佛。那么等到弥勒佛成佛第一会说法的时候啊，摩诃迦叶就要从鸡足山出定，出定把这个佛所交代的十三条衣啊奉上给这个弥勒佛啊，让当时的所有的大众啊看到摩诃迦叶的全身，也看到当时释迦牟尼佛所用的这个法衣啊，所以他说身心乃能度百千劫，尚且要度100劫一千劫乃至百千劫，劫是最长的时间，世间的大劫成住外空一遍就是一个大劫，100个大劫一千个大劫尚且能够住下去，何况在小劫里等到弥勒佛降生，那不成问题的事情啊。所以呀、啊、他在就是住百千劫也等于是像弹指之间啊，在他的定境当中不会觉得很久，好像弹指啊，这一弹指就是百千劫过去了，一弹指百千劫就过去了啊，所以他觉得就像一个弹指那么长的时间而已，那么已经度过百千劫，那么因此他在鸡足山入定，等到将来弥勒佛成佛啊，这个时间我们算起来很长，可是在他的定境当中啊比弹指还要短啊，因为一弹指尚且过百千劫，何况是这么短短的时间啊，
那么小节的中间呢，那么要度过是很容易的，所以犹如弹指。那么说这个话，就是因为他将来有这个任务。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他修这个空法，证到阿罗汉国，那么证到阿罗汉国，这个所谓空法呀，就是观法尘当体即空，因为观法尘是空，以这个因缘呢，证到阿罗汉国，所以他是从法尘入道。既然从法尘入道，观法尘空，法尘本来自空啊，不观它也是空的。法尘在内心中的生命现象，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不会知道的，那么因此这个法尘呢，在内心中，前五根对五尘落泄的影子本来就是空的，并没有实体可得，不像色声香味触，它还有形色显色，法尘根本没有这些，那么以自己的一根所对，认为有这个法尘存在而已啊，所以观法尘当体即空，因此以空法而证到阿罗汉国，见思或断尽，这无生之理就成为阿罗汉。世尊说我妥妥为罪，这是佛赞叹他的话，释迦牟尼佛世尊经常赞叹这个摩诃迦叶修妥妥苦行啊，最为第一啊，佛弟子十大弟子当中，他是妥妥行苦第一。妥妥就义，心义叫做度多，度多只是翻译的重轻分别而已啦，妥妥度多差不多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斗兽，斗兽啊，挑手旁一个斗字，挑手旁一个素字，就是斗兽啊。斗兽什么意思呢？例如说这个毛巾不干净，拿起来把它斗兽干净，这就叫做斗兽，这是斗兽啊。这个不干净，切切来切切回清洁啊，就是斗兽。那么就是我们众生有很多的烦恼啊，用妥妥苦行啊，可以清除内心的烦恼。用妥妥苦行清除内心烦恼，就是叫做斗兽。妥妥苦行有十二种啊，另外有一部《十二妥妥经》，讲十二种的苦行，十二妥妥经啊，《十二妥妥经》里面所说的，跟这个戒律里面说十二妥妥，大致差不多啊。我们简单的说说这十二妥妥的内涵，总不出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这个三种啊。在衣方面节俭到最简单，饮食方面也是到最简单，住的方面也是到最简单，所以衣有两种，饮食有五种，住有五种，所以有十二妥妥苦行。一的两种啊，第一百纳衣，粪扫衣啊，就是不接受人家好布料的供养，不接受人家好衣供养，只是在人家丢掉的啊这个垃圾堆里面捡到人家的破衣啊，破衣里面有好的布就把它剪下来啊，那么一块一块把它缝成啊一个袈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十五条衣啊，怎么搞的啊？那个二十五条衣本来就是百纳衣，因为它是四长一短呢、啊，一共有125个这个布条去缝成的。现在都是用好布做的，甚至用绸类，这是违法的啊，顶多是可以用布啊。本来是把啊不能说让人家求来啊，把它好的剪下来一块一块缝起来，成为百纳衣、粪扫衣啊，在粪扫堆里面剪出来的缝成衣服
这是又厚又重啊。那么所谓百纳呢，125条嘛啊。因此这种百纳衣是很重的啊。摩诃迦舍经常披这种衣，他年纪大了，120岁，佛有一天劝他说啊，你年纪大了，这个衣太重了啊，我哪一件跟你交换吧啊，你这个重的不要再搭了啊。那么摩诃迦舍说，世尊呐，我已经成为习惯，我不愿意改啊。所以他还是不接受，继续搭他的白衲衣。这是衣的一种。第二是淡衫衣，纵然不用粪扫衣呀、啊、只是三衣而已，五衣七衣大衣，只用这三件衣，无论它是冬天夏天，只用这三件衣，不再加一种，没有长衣啊、嗯、所以淡衫衣这也是头陀苦行。这是衣的第二种。饮食方面有五种啊、嗯、第一，长期食，托钵，天天托钵，不接受人家的要求供养，你拿好东西给他吃他不要，他一定要去托钵。那么托钵的时候给他好什么用，什么样的东西好吃坏吃他不论啊。那么只要去托钵受施就是了。第一要长期吃，常常托钵乞食，没有一天不托钵啊，绝对不接受人家的特情啊，这是第一。第二是次第乞食，托钵的时候啊本来有选择的，现在他是不选择，按照规定先到的第一家，如果没有供养第二家，到第三第四到第七家，以七家为限，到了第七家如果没有人供养的话，空钵而回啊，这一天就有饿肚子啊，就要唱空城计啊。那么如果七家里面有一家供养，他接受供养，无论多少回去啊，就吃这一家的供养，这个叫做次第乞食。第二，第三是一坐食，中午吃一餐，早晚不吃东西，中午这一餐坐下来就一坐，坐下来就要吃饱，假如中间发生有什么事情需要起来，还没有吃饱就起来了，也不能再吃，叫做一坐吃，坐下来一次要吃饱，没有吃饱不能起来再坐再吃。所以丛林呢、啊、大丛林虽然是不去托钵，过堂吃饭，过堂吃饭要人添饭，自己不起来也是啊，循着这个规矩，本来是一坐而是吃饱为止，不能中途再起来啊、哦。那么没有行堂啊，要自己添饭，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中国佛教的情况，他们托钵就是一钵饭啊、嗯，这一钵饭啊、无论多少吃饱为止啊、嗯，就是一坐式，这是第三。
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经，恭请湛信法师主法领众，日期4月15日星期五，农历十五，时间下午2点开始，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直播平台脸书搜寻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据十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日期4月19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佛学讲座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湛江师傅，阿巴嘎比萨。湛江师傅，我们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超度都是把我们做的善事超度给我们的祖先，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的人去霉运？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度祖先，是因为我们帮祖先修功德。那我们帮祖先修功德呢，也是在同一本经叫地藏经。地藏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帮祖先修的功德，七分里头他得到一分，我们得到另外的6分。所以呢，其实我们帮祖先超度，我们帮往生者超度，我们才是得到最多功德的人。那我们因为修功德，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举例来说，你祖先没超度，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样过生活，然后可能生活就越来越差。但是呢，你发现可能我祖先没超度，或是我要去拜拜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帮祖先做点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会去诵经，你会去供佛，你会去念佛。那透过这些修行，它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所以我们是先透过修行修功德，让我们的命运改变了，那呢顺便祖先也得到了超度。所以呢，是地藏经里面讲说，我们得到6分的功德，祖先得到1/7的功德。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在讲修行修功德的，我们所得到的比例不同，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把功德分成一份一份，祖先拿一份，我拿6份，不是这样的。是讲说我们现在我们帮祖先修功德，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那我们有功德了，有佛法的力量之后，霉运就没有了，我们就改变了命运。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护身的心是感